金漆，缩小着钳。叶剑水儿，开关也以为你是一个好人，打敢碎石之中送尽天龙之术，银叉切寒武，今天我要替天行道。哈！且慢，叶剑水情是误会，是叔孙儿。免解释，你的叔孙既然有心包庇放任，飞檐入壁，就待伊情义问候。仙母，仙魂飘走。得罪了，英雄不发。黄雨共花。红纱飘香一路清晰，但是最近听好心息。啊，咦，来是去抱着你抱着谁都一样，就算你要继续探讨这个金叉，我也要为民除害。关于这个金叉嘛，其实是这样，原来是就讲嘛，好好一个人突然变作阴差，哪有这么烦的事情？哈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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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误会你了，你不生气吧？是我出手伤重，歹势，意见疏于，别叫他这么生疏啦，叫我敷衍就好。不但不相识，现在大家都这么熟了，所以以后我就叫你小五了。小五？是啊，我们家有一个叫阿芬的，跟你徛斗阵，有分有误的，真闹热。嗯，误会解开，友谊又迈进一步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啊！好意思讲，也不是你惹出来，出了什么傲波啊？歹势嘛！有一种师父为了安你咯。其实师尊对我真好，只是对了，洪书记爱我向父亲问好，我向伊讲咯。哦，有真惊喜无？伊虽然伊无讲什么，但我想伊真欢迎洪书记回来。这样啊，看来有必要先去看一下大师兄咯。先莫着急，师兄真正欢迎师弟嘛。是，父亲你无什么朋友，比较未想表达。我就知。无论如何，我也是该去探望伊。飞燕啊，你先回剑宗，我随后就到。嘛好，我先回去探点新的客房，先告辞咯。再会咯，小五。再会。真是一个好姑娘，无敌啊！你敢真正袂考虑？我化作你的道宗宗主，卖掉有人做媒人婆。赢啦，陪我去见大师兄。